都急得跟那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大家都出去，学生权益受损，家长都在骂的问题，都不是议员来担，都是学校校长、中正来担。大家讲的事情比较简单，如果假设活动今天发不出去，国小校就不改建，受伤最大是谁？是学生嘛，对吧？好，所以我们麻烦龚局长哈，冷气帮我们追一下，谢谢啊。是的，好，谢谢，请坐。好，69号的其他意见，没有人就通过，接着下。